大家好，我们是上海雅城仪器设备有限公司，成立于2005年，是实验室干燥设备、杀菌设备、提取设备和小型乳品饮料生产线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服务的专业公司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实验室喷雾冷冻造粒机，型号为 YC-01。YC-01 实验室喷雾冷冻造粒机是一种新型的冷冻机，在传统冷冻干燥机的基础上，创新地结合了喷雾功能，大大提高了冷冻干燥机的干燥速度，有效改善了物料的物理性能。YC-01 实验室喷雾冷冻造粒机最大处理量是3升每批次，加工速度快，干燥后的物料呈颗粒状，力度分布均匀，无需再次粉碎，溶解性很好，可适用于热敏性物料的干燥，干燥后的物料保留其原有特性。 YC-01 占地面积比较小，操作方便，10毫升的物料就可以完成一次实验。目前已超过3500家国内大学、企业和研究机构在使用我们的设备，并远销美国、意大利、韩国、墨西哥、新加坡、加拿大、马来西亚、智利、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设备感兴趣，或者您正在寻找实验型设备，请与我们联系吧，我们专业的团队会及时解决您的问题。